丁佳慧，认识这么长时间，其实我心里边一直有一句话想对你说。我想说，你个大白痴！我跟你说啊，小心我打你。其实我想对你说，你早晚被谁压死。咱们俩在一起总是很倒霉，算了，你别说了。你再说一遍，哥们儿，你唠啥嗑？别唠啥？林哥，嫂子，家里有人吗？这你太粗心了吧，门都不锁出门。点个赞，关注一下吧。